攝影，其實大家對呢兩個字已經係耳熟能詳。不過你又對佢嘅認識有幾多呢？攝影術早喺1839年八月，由法國政府宣布，大概以銀版照相法實驗成功而正式面世。自此之後，照片就成為文字同圖畫以外記錄人類活動嘅重要工具。菲林主要分為正片同負片，而呢兩種菲林最大嘅分別係曝光級數。雖然而家影相已經數碼化，但係而家仍然有一部分嘅菲林仲係會經常被人使用㗎。而家就等我話你知有邊幾款菲林啦，有110菲林、120菲林、APS 菲林同埋而家最常用嘅135mm 菲林。講咗咁耐，你又知唔知道世界上第一張菲林相係點樣嚟嘅咧？哈哈，等我開估啦！呢張相據聞係1826年由尼埃普斯曝光咗8小時之後嘅相，成為咗第一張曝光後可以永久保存嘅相嚟噶。有人話以前嘅人成日影相都唔笑，你又知唔知道原因呢？以前因為影相技術嘅關係而需要曝光好耐，短嘅話就5分鐘，大長嘅話就要去到20至30分鐘噶。呢一位係曬相鋪嘅負責人周先生。而呢位就是曬相師傅阿光。我應該是8幾年入行的，應該而家差唔多就嚟30年啦，20幾30年咯，係啊。嗱，開頭嗰10幾年咧，菲林咧就好平穩嘅，咁樣就跟住咧，突然間咧就去咗數碼啊，咁就一輪咧就好似沉曬咁樣。咁但係數碼過咗幾年之後咧，開始普及曬嘅時候咧，又去翻一個高峰，好犀利啊！嗰段時間啲出相啊，啲人影相啊，好多。咁同埋咧又有好多菲林咧做出相 scan 啊嗰啲咁咯。咁一路到而家，只不過之後就好似菲林咧就好似係少咗。但是呢仍然呢都有很多人曬的，只不過可能啲人 scan 就在電腦再執下，然後再出相咁咯。你菲林一路放大，其實你就開始一路要褪後睇，咁啊好著重咧。你影嘅時候嗰個天氣啊，你校啲嘢準唔準？你鏡頭啊、相機嗰啲咧，真係 O 唔 OK 咯？如果佢好利嗰啲咧，你其實越大就越靚。只不過佢一路放嘅時候咧，可能嗰粒點咧一路大化開，但係同數碼就唔同咯。數碼咧，你係嗰、那個你係俾個像素咧框死咗啊。譬如你係幾多百萬像啊咁樣咧，你一放超過嗰個大細咧，嗰啲點就開始起格咯。咁你睇，而家反而玩數碼咧，即係始終可能都係男嘅多，但係如果比起以前菲林嘅時候咧，其實而家叫女嘅多咯。即可能而家係3個男2個女咁咯，但係以前可能係10個男先得2個女，就係咁。你影菲林咧就真係好似，因為每一格佢都有用嘅，真係好，如果即係好似人哋所講好用心咁去影咯。咁同埋你影完之後咧，你可以 keep 底，係啊。咁你話有陣時如果好似喺工場啊嗰啲咁咧，就有陣時最麻煩咧就譬如好似你頭先見到我沖菲林咁樣。你未見到我哋要黐膠紙嘅，有陣時咧，即係一個唔好彩咧，譬如你行下機咧停電啊，或者突然間啲佢帶動嗰啲齒啊，啲摩打有咩問題咧，佢停咗，咁就會 jam 住咗好多銅喺裏邊。你有陣時你有啲救到嘅，我哋會照浸翻藥水照救啦。有陣時有啲真係救唔到嘅，或者有啲攞出嚟嘅時候花咗咧，咁變咗同個客交代咧係真係好，即係始終人哋用菲林都係真係想影到啲嘢啊嘛，但係你而家就冇咗啲嘢俾人哋啦，真係變咗就係咁咯。其實嗱，我覺得如果你個時代嚟講咧，跟住時代咁樣去咧，其實我都係好嘅。即係你始終菲林用咗咁耐，就有一樣嘢新嘅嘢數碼咁，其實可能數碼比起菲林咧處理仲更加容易啊。
同埋你保存咧，仲更加容易咯。咁好似頭先我講話 jam 菲林，你一 jam 咗冇咗，就真係冇咗啦嘛。但係你用數碼咧，都有可能會壞卡。但係你壞卡之餘，又有個方法，有啲 program 去救卡。咁同埋你有陣時好似，譬如你影嘢咁樣，都唔會係一部機啦嘛，好似啊兩部機、三部機咁樣樣，變咗大家即係數碼，我覺得係好啲嘅。但係其實就最好咧，好似而家咁樣咯，又有菲林，又有數碼，只不過可能係數碼佔嘅比數可能係九成，菲林係一成咁樣咯。即係你，我都係多一樣嘢俾人哋去選擇啊，唔好淨係走曬去數碼嗰邊。你走曬數碼嗰邊嘅時候咧，可能十年八年之後又有一樣唔知咩嘅嘢走咗出嚟，又一樣係淘汰咗佢。咁你變咗多一樣嘢玩，其實仲好。好似你而家啲好多啲年青人咧，佢哋都會玩翻菲林嘅。佢哋可能就係未玩過，咁啊影下菲林咯。咁啊係啊，同埋影多啲。其實你就靠啲人多啲。多啲影多啲支持佢，咁你啲生產商先至會生產嘅啫嘛，係啊，咁大家一路維持落去咯，可以生存落去，係啊。我哋呢班年青人以好奇心接觸原始攝影，為嘅就係希望俾更多人知道菲林攝影嘅味道，而唔係單單只係手機撳一下咔嚓就算。傳統菲林沖曬行業面對住不同難度的經營困難，藉著對菲林沖曬的一種情意結，繼續推動這個行業的發展。